原理是什么样，有多少委派，大家知道有对象催生不是说 free 不是说钱的，它对你身体比较有一个利益，对你要花费，就是说它是有一定的有害性，到底有有害性到底有多大呢，我们想很清楚。所以呢，我今天基本上刚才提到的看，就是说比较有关系危害，危害有多大，还有值不值得投资。然后像我这个咳嗽一下，我是不是应该去做个 CT 啊，这样的问题呢，我想给大家解决一下。然后在我讲的时候，大家有问题吧，一定马上就问，最好我们能互相很不知道这个不能怎么讲，这个互相是最好的，好吧？的确一下啊，大家应该反正都挺清楚了，就是最常见的这么几种，现在呢仍然还是非常常见，主要是这几种。最近呢就是虽然是都是 X 光都是 CT， 但是它现在那个随着科技进步啊，以前的 CT 好比要十分钟才能做一个图像，那现在呢可能零点几秒就可以完成图像，所以它那个可以做得非常非常快，很多方面都这个改变很多。今天我就来了一个价钱啊，内窥镜实际上也不是我的那个专业范围，内窥镜呢主要就是做的肠镜啊，那个脊梁镜和背镜啊，还有那个微创手术也都要用这种那个内窥镜。显微镜呢也同样也并不是我的那个专业范围，但是在现在的确显微镜方面有非常开始，显微外科还有那个在非远的地方，就因为现在照相机画得特别好，每个人在手机上都有照相机，但是你要把照相机放在一个显微镜那个管子上面啊，就是一个导管上，可以通到任何地方去拍照来照相，所以显微外科也是非常这个重要的一个进展。好，首先我想那个介绍一下超声，这个事情实际上很简单的一个东西。超声实际上是最主要的特点是有它的无伤害，因为为什么说超声无伤害？实际上这超声这个东西啊，是从那个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那个德国潜艇人非常厉害，他在水底下，那个你平常看不着的是吧？也找不着的，但是后来呢，同盟国。通过这个超声这方式，把这超声打到水里面去，打到水里以后呢，如果它碰到东西，它会反射回来，可以这个探测到这个什么回波，通过这个回波就可以知道前面有什么东西。人体呢跟水一样，人体内部大部分都是水，80%-90%都是水，所以说超声波可以在人体内传播以后还可以打回来，里面有什么东西，不同的东西。就可以看到，所以说，而且在这个海洋生物里面，像海豚啊、鲸鱼啊，他们用这种超声波已经用了几百万年了，是吧？他们天天用这东西没有什么伤害，也就证明了超声波是完全无害的东西。另外一个，它非常简单，非常便宜。那个任何人现在还有一种，你可以看到啊，你看这有像手机一样的超声。所以现在很多那个医生的那个办公室里啊，他们身上都配一个超声，特别是给你看病的时候，那个他随时可以拿超声做一下。这个已经非常普及，这个已经不是就是整 X 光科医生的专利了，就是说任何医生，像那个妇产科医生、医生，他们都没有可以用这超声来那个给你做下当时诊断，也非常配。但是就是超声那个图像是特别好，大家都知道。做胎儿超声，你可以还能看清真正的地表，就是细节很难看，是吧？就是，但是大部分都是，总的来说还是可以看到。而且它超声，如果检查深的部位啊，比较困难。但是如果比较浅的呢，像那个甲状腺，像那个功能，像那个有的时候可以说乳房，这都是比较适合的。它又无害。对，这是，而且就做解石，因为解石它这个石头啊，它那个对超声的反波，对其他
砂纸做的不一样，对，非常敏感。所以如果你有什么胆道结石啊、尿路结石啊，你超声也需要。你用它，如果是医生说你有什么尿道结石，医生说你去做 CT， 你大概也可以说我应该先做超声，对吧？应该先做超声，如果超声看到了，我何必做 CT 呢？所以说超声还是很有作用的，而且一般都是在第一线，而且在那个。这里是一张那个大腿超声图像啊，这是一个甲状腺的超声图像，就是这是正常甲状腺，可以看到就是很匀直，非常那个没有什么波纹呐。但是就它这里又有一个看到一个这样的东西，因为这个甲状腺非常小，所以非常容易看到。这是超声的图像。下面我是主要介绍今天的最主要的就是 X 光。X 光包括了这些所有的检查都是 X 光。啊，最常用的 X 光大家知道，你骨折啦、照片的像骨头，这是最常用的 X 光。CT 也是 X 光。啊 ，CT 并不是说其他跟 X 光不同的东西，完全是 X 光的东西，它只是360度把你整个。扫一遍，然后呢，做出非常那个细致的，没任何的那个结构啊，细小结构都可以看得到。然后乳房 X 光就是乳房板块，也是 X 光啊。骨密度就是非常低剂量的 X 光，只要是 X 光，它可能就有些伤害。但是这些每一个不同的检查，它的 X 光剂量非常非常不同的。所以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X 光有多大？这是一个 CT 图片，也是我们就是日常每天工作里看的东西。头一次看的 CT 的人，大家非常 surprise， 非常震惊吧？你可以看到特别特别细致的小东西，血管看得非常清晰，是主动脉、肾脏里面怎么样的情况，脾脏、那个胰腺、肠道。看得非常非常清晰，所以你说我最开始啊，就大概应该90年代吧，第一次接触 CT， 我就怀疑是真的假的，我说是不是画出来的？怎么可能这么仔细的那个细致的结构都显得出来？但实际上确实，因为 CT 呢，它是原理是这样，这是一个 CT 那个机器的大致构造啊 ，CT 它都是一个大圆环。然后那个中间呢，人呢从这里过去，这个大圆环实际上转，沿着你身体这么转，叫我们叫螺旋形体，通过一边转，那个床一边往前走，所以这个把你整个全部扫描下来。扫描过程中，这是一个就是 X 光，这是一个外光机哈，它就把那个 X 射线扫开它，然后这里呢就是一个就像一个底片一样 ，X 光机透过这个底就可以从底片图像，是吧？它这个通过这个转呢，就可以把整个你全身的每个细节的信息都可以得出来。然后用这个 C， 实际上就是一个 computer， 啊，我们叫 CT， 就是叫 C 呢，就是 computer， 把这些大量的信息通过计算机来处理，然后还原成图像，就等于是把一个人可以把这么一层一层切开，可以每次切的只有几十毫米，所以非常清晰。看到这么清晰的图片，也很多人说有了 CT， 那你还要医生干什么？这么清楚的东西，谁都能看到，任何人都不用任何训练都能知道。哎，这个地方有个东西跟其他的这个肝脏不一样，任何人都知道这可能是一个什么东西。但是呢，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很难讲，是吧？这可能是一个恶性肿瘤，当然可能，这可能是一个。囊肿，也当然，也可能是一个这个就是肝系统啊，或者是系统啊，或者是一个风湿结节啊，都非常重要。这些原因都在里面。所以我们这些人呢，天天训练的东西就是大概率，大部分是通过自己的经验，你看很多这样的图像，对吧？而且通过训练很多以前这样的图像，都可以做这个教给我们。如果这样的呢，大概是这个情况，那可能就是什么东西。就我们这些人的基本上就是
来肯定啊，这个大概率可能是一个肿瘤，可能是一个就是良性肿瘤，可能是恶性肿瘤，可能是一个就是说风湿结节，可能是一个炎性变化，这都是可能。但是我们呢，就大概做这么一个报告。有的时候我们也猜，有的时候我们肯定看到这些东西，你只能说这可能是这样。真正的确定还是需要那个目前就是那个显微镜要取一些细胞。如果看到这个东西以后，用一个针打进去，有的时候已经在 CT 指导下啊，就是说 CT 放在那儿，然后医生就把这个针打进来，然后通过 CT 来设定你这个针是在正确的位置。来，那个针打进来以后，找到这个肿瘤，然后抽取一些细胞，然后拿到显微镜下来观察，这个时候才能真正确定你是不是这是癌恶性肿瘤还是良性。你做一个 CT scan， 你只知道这边只是可能一个肿瘤。我们经常在国内有一句话叫战略性病变，这叫什么什么诊断啊？战略性病变就是一个东西在那儿，一个人，好人坏人，不简单的人都不知道，只是说他有好像有人在那儿，你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但是呢，就说一定要活解以后啊，才是最后的诊断，就是做一个就是影像诊断，现在还不能完全就是最后的啊，最后。啊，这是你看 CT 不仅可以横扫，可以竖的和总的，它各种方向，所以我们这样的话，你可以整个一层一层的都看过去，你看回来，你可以像那个像放电影一样的，你在我们观察的时候，所以整个器官看得非常清晰。一般来说呢，1厘米左右的这个异物啊或者什么样，都会那个看不到吧？一般意思来说，1厘米左右的东西都可以肯定可以看得到，1厘米以下太小了，可能看不看去就没有注意到。但是大概1厘米左右的东西完全可以不会漏掉，因为这个影像确实太清晰了，是吧？任何血管里面要看的没有一个。腰椎啊，那也是你有什么腰椎盘突出啊，都可以看得非常清晰。然后这主要这些哈，这并不是画出来的东西，这都是 CT 的真正图像啊。那个因为 CT 有时候我们还可以把给别人拿造影镜，造影镜呢就是那个比较密度比较高，对，平常的血管还有那个血，它的密度和你。看看周围的肌肉啊、组织啊，完全一样，你的 CT 就看得到，特别清晰。但是你要打这个造影剂以后呢，整个血管就都一下子看出来了，这是血管，其他的然后肾脏也都会显得出来。通过调节这个 X 光的密度，你就可以把专门的这个窗口专门看骨头，再调个另一个窗口呢，专门看肺脏。再调个窗口呢，专门来看那个肝脏，所以这不同窗口看不同的东西。然后这个也是一个图像，实际上就是根据不同的那个，像我的密度最高，再把这个形成。然后那个像那个脂肪啊，像那个一些肌肉啊，它的密度比较低，它就可以把这些去掉。这样这种图像就是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意义并不大，我们很少来，所以就是看那种三维的。但是对一个外科医生还是他如果在手术之前，他好比说要割这个肾脏，那他一定要看血管有几个血管过来，是吧？他之前一定要就是了解到这血管，可能有三个血管来维持这个供那个心脏这个肾脏，还是两个呢？在什么地方？这对他非常重要。所以 CT 可以做到非常清晰，对那个外科医生也非常重要。这个是一个检查啊，这也是一个 CT 图片，这叫我们这个是 CT 解肠镜，因为解肠镜你们知道要把那个镜子放进去，这是有伤害性的话，这一般人很难做，但是呢用 CT 来做，就你可以看到非常细致的那个整个血管结构，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解法，就是说你要把那个造影剂还有那个用
进去，然后做成一个这么好的一个骨架。有的时候就是占地，有的地方它因为量太少啊，可能有地方看不太清楚。所以这个 CT 脊髓镜，它现在还不能够取代真正的脊髓，这只是一个现在大家在尝试，还没有完全临床。理论上也有，但是做完这个以后，经常说哦，这地方我看不清，可能还是要去做个脊髓镜的。然后呢，是心脏 CT， 因为现在的 CT 可以在0.几秒内就形成一个突变，因为心脏是一直在跳，对吧？它一直在这么跳。如果你要是做一个心脏的那个造影的话，你要是要用10几秒钟来成像的话，那你这个完全就是模糊了，就是一会儿动一会儿这儿，这样动一会儿这样动，你完全看不出来。但是现在的 CT 呢，可以同时在0.几秒。照大概就这么宽的一个，就这么宽的一个扫描，把你整个这一圈儿全部扫描，只要0.5秒，所以呢，可以把看心脏，看心脏血管的那个情况啊，它叫冠状动脉嘛，所以通过那个音乐，所以冠心病就是冠状动脉的病，这些冠状动脉如果堵塞，那么就成了心率来看它。这些好是好，但是现在我要介绍一些。这个骨密度我在骨密度时间那个也是 CT 哈，这个对不起，也是那个 X 光 ，X 光，但是这个用的剂量，用的剂量非常低。骨密度扫描呢，那个这也是非常重要，就主要是对女性的啊，这个这是跟癌症没有关系，但是。特别是亚洲女性，更明显是最高的。我们那个中国人呢，或者是整个亚洲，因为中国女性比较瘦小，体重比较低，是吧？你要瘦小，你体重低100磅左右，你对骨头的压力就非常小。你对骨头压力小呢，骨头就觉得它没有什么负担，所以它就没有必要啊，把很多的钙质呢存到你的骨子里面去。这样的话，所以你们一样看到那个非洲籍的女表有大的比较胖的人，他们从来没有骨质疏松的问题，他们有200-300磅的人根本就没有，他们这些人都不需要去做那个检查，他们从来没有骨质疏松问题，就是大概体重100磅左右，你越轻个子越小，你的那个危险性越大，因为你就是因为你的骨头没有受过很大的压力，骨头这个。大家都知道的，每3个月你的骨头都轻，同时你每天吃的那个钙质啊、磷脂啊，就开始取代你的旧的骨头，那每3个月你就完成新的骨头，所以这是一个完全一个动态的变化。在动态的过程中，如果你压力小，那个钙质很少进入，特别是你要是在这个绝经以后，脂质比较少了，那钙质呢？到那个肚子里面是更少，所以说这个一般来说呢，对亚洲女性，除了那个绝经2年以后，都要做这个检查，来看一看你的肚子那个到底疏松多少。如果特别疏松了，那要注意了。注意怎么注意呢？大家有药要注意，但是最好的办法还是就是通过你的平常跟锻炼，特别是负重锻炼。还有那个骨钙啊，前几天我听那个石明基，就是陈医生，他没准也可以来做。我是在听石明基，他讲了一下这个骨钙的方法，我觉得还是有道理。我这里不是我原创，他就是我转述一下他说的。他说你要骨钙是非常重要的啊，但是你要骨钙，你不能一次打进来。说你好比一颗的那个钙片这么大一颗钙片啊，你不能一下子吃掉，一次吃掉，特别一颗的钙片，那个量比较大嘛，一下子融化以后到你血里面，你血里的钙就是特别高，钙的如果不能到骨头里面去沉积的话，它就可能在血管壁上沉积，对，可其他就会沉积，如果这样的话，它就可能造成你动脉那个动脉硬化。就是说你要清
长期的每次频繁发起，突然大剂量的钙质进来，就可能会造成你动脉硬化这样子。不过这次不会有办法。要是钙片呢，要分量分量吃，一颗的你看完了分成三份，早上吃一颗，中午吃一颗，然后最重要的是不要晚上吃，因为你晚上吃了钙片以后，你晚上吃了以后马上睡觉，躺在床上你对骨头的压力就一点没有了，是吧？你下压力完全在床上，你骨头没有任何压力，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骨头没有负重的情况下，你钙质不会到骨头里面去的，它根本不需要。只有在你白天你活动，你对骨头形成压力，你站在那儿你跑步你走路，这样的情况呢，它才会这个钙质沉积到骨头里面去。你吃的钙一定要告诉他，它骨头里面才好，它会到血管里面很快。所以说他告诉呢，就是一定要白天吃那个，特别是早晨啊，吃钙片，不能晚上睡觉先吃，吃了没有用，就是那个而且不好。另外一个就是说那个吃钙片是重要，但是另外一个就是光照，就是日光，这个天然的钙片，日光照射以后产生那个维生素 D， 维生素 D 然后促进那个钙的吸收，这也是非常重要。总比那个吃你吃钙片要好。而说到这个日光啊，那个我后来想到，你照射的那个太阳下去晒，当然是增加维生素 D， 但是另外一个危险就是皮肤癌，是吧？那个黑色素瘤非常非常的，只要得了，如果转移的话，那就没救，100%的那种，非常非常的。所以那个黑色素瘤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事情的话，那个在美国人特别多，特别是白人，他们喜欢去晒。他们说这是因为他太阳照的多，但是我说呢，他们照的太少。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些人天天在办公室里面，然后上汽车回家，从来不在晒。突然有一天8月份、9月份放假。到海边暴晒几天，这样的话你的皮肤根本就没有，平常天根本没晒，突然这么暴晒一下，什么跟任何人都不喜欢那个 surprise， 就是人都不喜欢 surprise， 是吧？那个就是不喜欢惊讶，就是突然突发事情，细胞都是一样，如果你突然给我来一下，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那我就那个 DNA 就可能会分化，就可能会衰退。但是你要是平常一天天照一点，天天照一点，天天照一点，然后你接触一个大剂量，你可能就不会有这样的突然这样子，突然一下啊。所以任何事情都要循序渐进，平常呢要多锻炼，就是说就像锻炼一样，不能说突然想锻炼跑个马拉松。平常天坐在那儿，那是不好，就是一定要慢慢慢慢开始。话可以说到这个初衷哈，所以说光太阳光照非常重要，经常大家出去晒晒太阳，那个特别是出去经常走路哈，在外面走是非常好。至于说骨密度或者初中的那个，这些都是原因哈，对中国女性来说就是体重特别。但是中国女性可能增加体重来增加骨密度，所以你需要进行锻炼。这里现在这个应该是我就是最重要的，今天要讲。我想我以前讲的很多大家都已经知道，就是 common sense。那现在我要今天要讲的呢，就是放镜，就是刚才说的那个 X 光、CT、骨密度、那个乳房。这些全部是 X 光，它们都可以造成都有放镜，都是相对来说它就大。到底有多大的大？现在我想给大家解释一下，放射性哈，知道大家放射性是有坏的，而且在我们这个圈里啊，我们是接触放射性的嘛，我们的口号就是越低越好，你只要能少那个照射，你就必须少。但是不管你藏到哪里，
天入地，你都会得到一些人的那个放射。你到天上去，太阳上射线，你到地下有镭射线，啊，就是在这个自然连丝里面有一种自然的那个放射的，就是镭。所以你不管到什么地方，每个人就是我们现在坐在这儿，也接受不到一定的射线。但射线呢非常低，这是那个这个迷宫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单位啊，大家可以就是不用关心，就是就看数字，就说我问每年大概有300就是刚就是每天一个啊，每天你接受到一个，就是你这叫我们叫被动放射，不管到哪儿去，你都会有一定的接受到一个射线，特别是你要是飞在天上飞，飞1000英里，你要飞到纽约什么2000英里，大概你要拿另外的。1000英里就拿一个，就是你那，要不你飞到纽约那天，你可能一天就拿了三个那个。这些呢，非常多，都算，虽然每个人接受了说300啊，但实际上非常非常低。就是在美国那个和安全协会啊，就是说，任何人，不论应该任何公民，不是说你有工作你要接触放射线，就是任何一个公民不能超过500。但是呢，如果是专业人士，就是要那个是 X 光技师啊，就是给你照相照 X 光那些人，还有那个实际上最重要的就是那个飞行员，他们是呢不要照射别人的人道，因为他们天天在那个木马道就是直接直射太阳神殿的，他们想照特别好，但他们这些需要的人呢，他们现在上限是5000，所以说5000。比你一般人500，10倍，就是像我们也是啊，我们有时候也要接触放射线。我们这些人呢，每年不能超过5000。如果你我们每个人间都带一个，就是叫检验那个检验器吧，就是可以看我们每天收的多大剂量，每个月我们要测。如果我们的剂量超过了5000，那我们这个医院就可以让你。但是很少的，我们从来都没有超，我们从来都没有超1000的。说虽然说专业人士比这个平常大众来说10倍以上，但是呢，有统计哈，就是说大家跟这些专业人士，这些人都知道，他们像飞行员啊，一些那个 X 光技师啊，这些人受高光射线，统计这些人的寿命。统计这些人的癌症的发病率，结果显示呢，这些人士啊，比那些大众癌症率更低，他们的生命更长。就大家都觉得很奇怪，这些人好像受到比较多点的照射，他们怎么会那个寿命还更长一点？这里实际上并不是说可能就是射线的问题，射线当然延长寿命。而且是说，一般你要是专业人士啊，你是每天上班下班都很规律，吃饭规律，你就是说你生活的那个质量可能比大众其他的比较高一点，就这些人上班享受一点，你接受了额外的一些照射，只是5000以下，实际上是根本没有这个危害，这也是为什么这个 FDA 规定了，就是说5000是非常安全。没有任何症状显示，接受的东西多了一点那个照射，就是可以那个产生没有害的作用。一剂量在5000啊，16啊，即使5500，16还是应该说是非常低的剂量。另外一个剂量10年以下，这5000像这个飞行员，他每天在上面天上飞，每天接受一点，每天。这样的话对他是不舒服，就是也是一样，就是每天给太阳照一点太阳，跟你忽然一下照太阳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像那个如果是原子弹爆发，这就是完全不同的影响。原子弹忽然一个爆发的话，它在每天10秒内放大量的射线，如果你接受了一定射线的话，即使在0.几秒一下子到5000的话，你可能是受的损害，跟你一年拿5000完全。
现在我就来说一下这个刚才说的比较抽象，现在我就是具体一下，就是放射性。我们现在只是进入是各种检查不同的检查啊。对不起，这是各种不同检查，然后呢，这个是放射强度，这个地方呢就是要比较放射，就是我们知道每个人也大概每年是300，对吧？如果一个星期呢是一千，如果是300是一年的话，我们1000大概是3年，九百就大概1年，是吧？你要做胸部的 CT 是700，大概是2年，就是你一个 CT 就是差不多你3年的就是背景放射，就是你每年拿，不管你干什么，你都要拿300。那你要突然做一个 CT 的话，一下子拿了3年的剂量。但是即使3年的剂量有什么损害呢？在过去的20年都没有发现有什么特别的损害。但是就是去年的那个在新英格兰那个医学杂志，就是在医学界是最顶级的杂志了啊，像那个《自然》杂志一样，在科学里面《自然》杂志。他就发了一个篇文章，就是他跟踪了，就是在90年代去 CT 大量使用，就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跟踪很多病人，就是说这些人做 CT， 然后呢，在同一段时间，在90年代，有些人没有做 CT， 他跟踪了几万人，这几万人然后他来统计，就是说这做 CT 做了 CT 的这些人跟没做的这些人来比较，来看他们那个。主要是看那个癌症发病率了，因为他那个这病这些人都健在，所以没有说用那个寿命来。后来呢，他们发现了，你做一个 CT， 就这个大概是胸部或者腹腔 CT， 大概是1000左右了，1000，增加肺癌的那个率啊是4000分之1，就通过这些几万人的一些比较，他就会你做一个 CT。增加了这个肺癌4000分之1，4000分之1，你说高不高？高，当然高。你就做了一个 CT， 这4000人里就多一个肺癌，当然是高。你说低不低呢？实在是不是那样的，也是够低的。因为每一个人呢、啊，你的一生，你得癌的几率是现在来说，因为现在那个是大概1/5。每5个人在一生之内都会得一次癌症，我有的人可能得2次、3次，就是说大概是1/5的几率里面，4000分之1和5000分之1，那实在是没法比啊。大概你要做1000个 CT， 你做1000个 CT， 大概就是差不多增加你原来是1/5，现在可能变成1/2的几率，是吧？所以说你这么想呢？做一个 CT 增加4000分之1，高确实高，低也确实低，这个要看具体情况。所以现在就是训练的医生呢，就是我们那个训练的医学生，告诉他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做什么事情一定要考虑这个事情对病人好处多一点呢，还是坏处多一点，都是不可能是永远都是好处。想做个 CT 看得很清楚，叫大质量。你看越清，需要剂量越高，但同时呢，给病人照射也越高。所以呢，就医生的责任就是一个平衡了。你有这个症状，值不值得做这个 CT？ 我们对于安生来说呢，你了解一下这样的情况，你知道说做一个 CT 呢，不能说完全是免费的，这里我也是做一个平衡了。不是说钱的问题，而是对你身体，你做的 CT 对你是肯定是有害。如果说你只是咳嗽两声，然后你需要去做 CT， 跟医生说我要做 CT， 看是否得肺癌了，我想这非常不值得，对吧？你咳嗽两声，然后下个月做个 CT 没什么事儿，你下明年呢，下半年以后又咳嗽了，你再做个 CT。每次做一次，你可要想到它可能会增加，虽然很低的剂量，但毕竟还增加你的危险性。
另外呢，为了这个你要做手术，你要做腹部，不管什么事情啊，从那个这个外科医生准备给你做手术，然后你说哦，如果说 CT 增加我四千分之一那个癌症几率，我不能做 CT， 一打开以后你看到啥就啥，这也不对，对吧？就是说你要是让你外科医生开你物资之前，一定要让他知道里面是什么情况，到底是哪哪血液供应怎么样，让他非常清晰，让他对你才有好处。所以说，在这个在做这些决定的时候，非常重要，就是一定要全能具体。事情具体分析了，就是值不值得，对不对？冠心病型就是现在我说那个心脏型啊，因为就是可以要看到一毫米，因为冠状这个冠状动脉啊，只有它的一毫米直径，特别特别小，所以那个心肌量也特别特别高，还可以看到，所以是它的剂量非常的大，而且它的剂量只是在你心脏在这个里边只有这么大概一条。就给你2000，这样的话，你对周边的那个肺脏损害会是相当大。所以现在这个还有争议，就是你是不是应该用这个来检验那个冠心病？胸透，就是说，一般我说的来X光胸透，你看只有10个，大概就是4天的，完全没有。如果要医生让你做胸透，就去做，根本不要去问这个啊，是不是有什么很大的危害？实在是没有啊。五密度就更顶级了啊！五密度非常的只有0.2，少于1天级的，比你做 BD 还要少。牙齿来说也是非常非常顶级的，没有必要。盲口儿这个五官 X 光呢，大概它12，这个呢你可以说比较高，也可以说比较低，但是你要是每年做一次，这还是值得做，因为它确实是非常有效，而且。找系统的非常好。还有没有问题没有？你这个比如讲你的胸透五十天，这十天是什么意思？哦，跟背景发展来影响，因为大概你一年3个，每天大部分1个，你接受这个射线啊，你每天大部分1个，相当于就是说你做一个胸透，相当于你。受到了10天的那个背景嘛，我要说完整个时间就有做不起。那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做一次，你受到的射线就是它相当于你相当于10天的承受，10天你根本什么都不做，你也要是受到的。所以自己这都跟那个背景方式来比较。OK。那个CT 你是说那个腹部跟那个盆腔嘛？如果是做头部呢？那个放射头部会小一点，会少一点，一定要看剂量。那我们怎么知道他用多少剂量？医生也不会告诉。医生不一定，但一般知道。那就是基本来说，在头部因为比较小嘛，你的那个胸腔比较大，它就这儿更高一点，所以这个大概就是可能是一半儿，500左右。那个放射剂量在身体那个硬组织跟软组织有什么区别？在身体内最敏感的是 DNA， 在你们任何细胞里面的 DNA， 每个细胞里都有 DNA 对吧？这个 DNA 是最敏感，因为 DNA 在这个分子啊，对放射特别敏感。如果这个 DNA 在这个就是在繁殖。应该是繁殖，就是一个变异，2变2，渗在你的骨髓里面。它因为你造骨细胞嘛，你的血液都是通过骨髓来一直在造，是吧？一直在就是繁殖一样，你每天需要新的造骨细胞。如果在 DNA 在繁殖的期间如果有照射的话，它特别容易就是会突变。这样的话，突变癌症实际上就是突变，这个 DNA 的这个序列可能混乱。所以说，你不是说骨头跟软组织，它任何组织，它只要在 DNA 那个duplicate 怎么讲，就是说在它的那个1变1、2变2的那种繁殖，啊，
可以练。哎，其实可以怎么讲呢？就是练的时候，它是特别敏感对那个发声，在那个时候。所以说，毕竟是骨头啊，没有什么在任何各种骨头出手。他们，我很简单，你胸部是普通的 chest X-ray 对。对。那另外刚刚讲那个飞行，那个剂量很小，就做。但是你在飞行里面，双髋关节要打开来一点，还是说你要双髋起来一点，还是你平时也可以透过那个机舱，因为你越高啊，大气你就打出更多。大气你吃，你要是飞机飞一万米高空，这一万米的大气基本上把你时间打掉了，就那个时间穿过去，再打啊。那个你机舱里那个那么小，它才能它打的，当然它是能打的很多，但是不能全打，跟大气一样。一万米的大气，那基本上打不了，就打光了。所以我们在每天在接受了300，如果没有这大气的话，我们每天可能，我说每天一个，这样的话每天就300。所以说，飞得越高，就会强越多。但是都是太开心，根本没有对自己有任何影响。这样的是这样啊，像飞行员他们是。他们的寿命很好，他们那个癌症发病率非常低，没有什么。但 CT 是中文是叫电脑断层是 ，CT 中文做的比较多叫做电脑断层，电脑断层一般都好一点。中文好像也叫 CT 了，是的，断层。是电脑断层，因为电脑断层就是电脑断层，对，就是可以出来了。C 就是电脑。第一就是那个通过板就是切片的，哎，这是最好的，非常有用的一个技术。但是呢，如果乱用的话，会造成伤害。根据你说的那个松弛强，说就是做那个什么入科室和牙的 X 光还有那个 MRI。这个明细量，没有，对这个危害性，我觉得考虑性也是，基本上可以不用考虑。但是呢，你要考虑什么？你特别是这个 Marvel Brown， 对中国人来说，现在没有那么像美国人那么可怕。美国人的是每七个女性。所以说，每个对乳腺癌特别没有关系，就是特别40岁表现多，但中国女性实际上40岁得乳腺癌还是很少。当然20岁也有啊，不是说没有，但是几率非常低。如果家族里面没有这个病例的话，你没有说你母亲姊妹很早得过癌症，特别是乳腺癌这种病例，每年都去做，也不是说不可以的。没有增加，嗯，过了50岁以后的重要。还有什么大家注意的问题吗？这个肯定应该是我最重要的，给大家提到的一个射线的危害性。我再问个问题，这个 mini ray 单位怎么定？怎么单位怎么定？那一尺就是根据那个强度。就射线的那个强度，哎，它就是这个要说定，它就是一个从那个一个射线，造成一个我们这个我们是把主持人说的叫 RMI 的显示，进去一个射线和另一个是反应了以后吧。它造成的那个释放能量，实际上就是射线是都是能量，因为它是没有能量不可能穿过身体，像你们那个可电光可能穿过身体对吧？它不看能量很低，但是那个 X 光 X 线呢，它都是可以穿过身体，这因为穿过身体才能看到图像，就是说它那个穿过身体那个，它那个就是把能量。传播到它，把它这个射线的能量传播到你身体内细胞的能量，这个传播这个能量，它就可以设定一个。
可以说一直这么长，但是只要设定好，这些时间就这么长，就算你有 B run 就好了。这个，反正得了一组单位了，就是你可以还有很多其他单位，啊，还有很多就是国际单位啊，美国常用的单位啊，都一样。所以我说现在这里这些数字呢，就是美国这边常用的单位，但是你要到欧洲去、到中国去，它肯定是另一个单位，你不能把这个数字单独给跨过去啊，因为那个单位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下面我们的大概时间几秒，还需要一会儿休息十分钟。啊，提啊，我们继续哈。那个核磁共振，核磁共振是也是一个新型的技术了。大家知道这个核磁共振是什么？它不像那个 CT 是有外形的，核磁共振就是主要是磁吧，磁场。一个巨大的磁场在你周围，磁场对人的损害大家知道吗？整个地球就是磁场，对吧？你那个发个磁铁在那儿，它指定一个方向，是因为它磁场地球磁场的问题。但是呢，这地球磁场太弱，如果你人为的做一个巨大的磁场，而且那个能量特别大，在你周围，那你身体内你的氢原子、你的氧原子，它的这个磁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身体内像脂肪啊、肌肉啊、骨骼呀、它对这个分子结构是不一样的，它那个磁性的反应也不一样。根据它这个反应的那个不同啊，它因为它这个从那个磁场以后，它可以测定你这个地方反应这么多，在另一方反应这么多，它可以通过这些数据呢，去把它记录下来，然后一样用计算机来处理，把这数据处理以后还原成一个图像。就是说你每个分子的摆布不一样，就你这里面呢，这个像这个脑，看到脑皮质、脑灰质、脑灰质那个白质、灰质，它都是不一样。在那个在这个脑脑脊髓液体，它的摆布不一样。这是脂肪，然后呢，这是骨骼啊，这是骨骼，它每个那个对那个磁场每方面不一样。通过这个来，通过这个磁场。来定那个相对来成像啊，所以磁场对于至少目前来说还没有探测到磁场对人的损害，是吧？没准儿，因为 MRI 实际上刚做了也就十年二十年那段时间嘛，也没准以后过了五十年，大家会发现说磁场可能对人也是有损害，那谁都不知道。但至少目前现在还没有任何人看出来。或者有事故有没有损害，这就是那个 MRI 情况啊。跟那个 CT 实际上所有的现在的仪器都一样，都是一个大圈儿，中间床在中间中过去，然后在那儿圈里圈去。这是一些那个 MRI 的一些图像，你可以看到非常非常细致。差不多，而且 MRI 它有个好处，它对那个软组织啊，你看得非常非常好。就像有什么韧带损伤啊，不是骨折，实际上像 X 光可能是比较好，因为光线比较快。像这个 MRI 呢，好是好，但是它特别慢。一般做一个四段胸腔，至少就有半小时。然后如果有必要，其他的特别要求，就是你的医生要求说，你要判断就是炎症啊。还要做很多其他的那个程序，经常要过一两个小时，一个 MRI， 所以非常慢。另外一个，看这么仔细、这么细致的东西都可以看得到，那你想，一个医生如果你做了一个胸腔的那个 MRI， 一个医生要这是一张脸吧，这整个从头到后，他会有几百张脸啊，从这里到这里。大概上百张，每一张片你都要看，所以医生要看，要看先花相当的时间来看这些，所以自然就会贵。而且你做一两个小时，你占这个机器时间也是非常长，这机器都非常的贵，花费非常高。
一般的家庭医生都会给，而且那个保险公司也可能，一般的保险公司都必须事先给你批准啊，你可以做这个。一般的很，如果是没有其他东西，没有做过什么胸透啊，没有做过 B 超啊，你直接跳做这个，就是会拒绝你，因为确实很这个牌子。但是它的好处就是没有伤害性，但是下一个要知道的就是同一标记，同一标记呢就是最主要的一个 CAT 这个可能那个。十年来一次，特别是合作，叫做分子影像。说是这个分子影像，实际上呢也不是那么神秘的啊。这是一个 PET 影像，这就是 PET。PET 影像 PET 怎么实现呢？实际上这个 PET 影像啊，非常简单的话，实际上就是我们可以通俗讲就是吃饭。因为细胞需要人要吃饭，细胞也要吃饭。细胞吃的饭就是多少卡。我们用同位素来标记这个多少卡，就是多少卡啊，就是一般的多少卡。你把它标记好，用同位素标记好，然后打到你的静脉里面。静脉里面，你的细胞需要使用这个多少卡。所以呢？像这个人跟脑表骨伤，那大脑一般是用不了的，心脏一般不用不了的，心脏应该用脂肪酸，然后是，但是那个大脑一般用不了的，所以你看大脑里边很多那个多巴胺自己大脑大脑，但是如果是肿瘤细胞呢，它一般比其他细胞吃的多，因为它要长嘛，要长大，它要分泌酶促，它吃的多，它说它吃的多来减肥，像这个地方。啊，如果像这个对吧？你可以用派。如果现在的那个都是它不是那个叫融合跟影像融合，这个病人同时做 CT， 还同时做派，他俩是同时在做的，这是一个派的 CT， 那个也是一样的，跟那个 MRI 看出来外表看出来都是一个大圆孔，然后通过检测，这个病人做了 CT。看到这个地方有个什么东西，它来定是什么东西，是吧？那这个地方应该有一个东西在那儿，你真正不知道它是一个，就是一个疤痕啊，就是还是一个什么什么风湿结节啊，一个什么肿瘤啊。但是你同时要做这个派子的话，你发现这个东西至少是活的，它在吃饭，它在吃东西，它在摄取很多多巴胺，它摄取的比其他功能还多。那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它至少是活的，不是一个就是疤痕，就是很多东西。所以说，这个PET scan呢，就比那个 CT 更近一层啊。就是你看到一个东西，你不知道是好人坏人，还是一个就是一个木偶啊。但是现在你通过这个以后，知道这个至少是活的，好人坏人都可能，你还不知道这是恶性肿瘤还是良性肿瘤，因为良性肿瘤。压死的那个方法，所以说看什么病并不说那么神秘，就是说啊，不过看就可以分定这个肿瘤是恶性的还是良性，它是不知道，它只能说这个肿瘤它是吸取的光环，它是活的，它肿瘤几率呢就可能比你光 CT 看到一个可能要高些，最终的诊断还是需要活检啊，比如来打一针。前定下来观察，然后呢，带着 CT 呢，可以把它融合在一块儿，这样的话就非常容易看到那个病变。那这里我给也是一个例子吧，一个病人例子。你看这个，如果 CT 检测乳房，特别是我们亚洲女性啊，就是乳房都比较闭塞，如果肿瘤在里面长的话，它的肿瘤的密度和那个。正常乳腺的密度非常不一样，在光在 CT 下看几乎没根本就分不出来，但通过这个 PET 呢，你可以容易看到一个亮点，在这个乳头里面，它突然有一个亮点呢，就说明它这个跟正常乳头它是不一样的。
另外你看这些小的两点，这些什么都是转移转移到这个大的呢，这个转移到。啊，这个病人你看，因为这里就是我说的核桃糖啊，还有什么神秘的，就是你看这个病人打了一个这个同位素以后，可能就是做一些手部运动，因为肌肉只要运动的话也需要核桃糖啊，所以这个肌肉出现。然后眼睛带动，你眼睛后面都是肌肉嘛，眼睛带动它这个也就出现了。然后这个大脑你也用大脑用运动到哪里去？然后那个人他可能在说话，打完了同位素以后他不能说话。我就看到别人打完了同位素以后，拿着手机啊在讲话，这很不好。我说这样的话，整个舌头你讲话不都需要舌头带动，你就需要能量，就需要核桃。所以如果是你多稳固的那个癌症的话，你要这样做，这整个这个实验就是说没有用了。所以我们要求病人打过以后，我们要躺在那儿不要动，也不要想什么，然后就大概一个小时。然后这个病人如果只做了 CT， 这是一个肺癌病人啊，在这里肺部有一个病灶，但是呢。在 CT 上面，整个骨骼并没有显现出什么病灶，这是因为呢，癌症细胞刚开始的时候啊，它在骨髓里面生长，癌症细胞和骨髓细胞是没有区别，它的密度一模一样，所以 CT 呢，只是通过这个密度来区分那个看这个东西那个东西，然后还有血管，它是通过密度来看，如果密度在骨髓以内，肿瘤细胞和骨髓细胞密度一样的话，你根本看不出来，实际上没用。但是这个钙，你看到是多发骨转移，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说你一个病人得了肺癌，一个病人得了肺癌，你没只做了那个 CT， 那就是棉花，这病人那个只有一个肺癌，没有任何转移，那可能就要去做手术，对吧？因为根治手法只有手术能根治。如果你这个病人做了手术，这个大叶切除，这很大一个手术，对病人伤害特别特别大。可是你做完了有什么用？没有任何用，只会加速病人死亡，对吧？因为你只把这一个病灶除掉了，其他这些病灶你根本没有用了。所以就这样的情况，这大夫呢就显示出了他的一个意义，就是说可以正确的定级，也分期病人。因为得了病治好面对现实，你要是晚期那就是晚期，你要晚期的买治，早期呢很早期，不能说我得了晚期我就认为我是早期，那这个不能自己骗自己，是吧？然后 PET 也可以跟 MRI 融合，现在是一个比较新的技术，就是 PET MRI 这个综合技术。像这个病人一个脑肿瘤，做了手术以后，然后发现那个。有些症状，不知道这是到底是不是坏死组织呢，还是肿瘤呢？在 MRI 上看的是不一样，没有任何没有大的区别。但如果这个病人做了钙，这个部位呢，发现这个部位啊，所以说在 MRI 上看都是一样的，但是钙的钙知道这可能是再大的，这地方是老坏坏。一样，它这就可以做三维的那个成像，可以卖给医生去装。下面我在这个在这个同位素治疗里面，还有一项重要的一点就是霍金病的筛选。霍金病筛选是霍金病就是冠状动脉，就是心脏血管，心脏动脉叫冠状动脉，所以你霍金病就是冠状动脉的病。像这个病人。它这个血管有些狭窄，这个狭窄呢，就是因为那个像胆固醇啊沉积在血管里造成那个狭窄。那怎么来发现呢？就是我们用同位素的这个实验来说，这种同位素它专门到那个心脏肌肉，它一到心脏肌肉里面就沉积在那里，所以说那个供血越多，这种同位素到心脏越多。然后呢，这个在病人，首先让病人那个就是像我们坐在这儿，那个我们叫那个静态，你没有坐着。
他做一次扫描，因为这种叫这个伽马射线机呢，来做完以后，这是正常正常情况，整个心肌这是松弛了，各个心肌它的那个都是一样的。然后做完以后，让病人跑步，叫那个叫这个吧，来跑，跑到一定程度，就是你的心跳达到一定程度，就是你就认为你。够了，就是那个心脏的那个压力够大，够大的时候再打一次的那个东西。这次打完成功以后，再做扫描。如果这次扫描以后发现你有部分心肌那个得到的同位素呢比其他地方少了，说明对这一块供血的那个血管啊作用。在平常还够用，比如你坐在那儿。没问题，但你一跑起来以后，因为心脏就跳得快，它需要的血量大，你不够用，这时候呢就可以检测出来这个是缺血。当然这个时候你的心肌还是有血液还在那儿，你并没有说就是心梗还没发生，是吧？因为那个聊心梗发生的话，你开始的时候就应该是这样，这样的话可以找个比较早期的诊断，就说哦，你的心脏是缺血，虽然你现在还。供血还给心脏供的血，但是它不够。你要是说爬楼梯或走路不够了，如果再往下发展，就可能会心梗。所以如果发现确实你有心肌缺血的情况，那么第二下个月呢，就是现在比较时髦了，叫支架，心脏支架。大家可能有点都了解了，心脏支架呢，实际上就是。这是一个心脏支架的一个手术情况啊。医生呢，通过一个股动脉，就把这个导管通过股动脉进去，不需要打开心脏嘛，就是从股动脉伸进去，它不是从股动脉在这里吗？如果说股动脉在这里，要把那个导管一直往上放，通过那个主动脉，然后一直放到这个。心脏动脉，因为心脏也需要供血嘛，心脏是什么？这些小动脉只有大概一个毫米多，所以说这个导管放进去还是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这放这个导管，把这个导管放进去的时候，医生啊太夸张了，他把这个导管放进去，他不知道这个导管在什么地方，还要看这个导管在哪里，就必须打那个造影剂，打造影剂就是在 X 光下。所以这个监护治疗都是在 X 光，就是 X 光机，用 X 光机来看你那个导管在什么地方，然后是不是在如果接触到接近到这个地方，对，看这个打上了机以后就知道这地方有血管，然后把这个导管一直往里送到这个狭窄的地方以后，然后再把那个支架放进去，然后这边就通过那个气球了。有一次会记得你在室温下它是组合的，那一到体温以后它就散开，这都是现在这个新科技了，通过那个是个支架来把那个血管撑开，这就是你看胆固醇的心肌啊造成的血下来。这好是好，但是现在那个还是有争议，就是说你这个支架放上当然是第二件，你那个血管是通了，不过半年以后呢，在这地方可能重新，因为你这个异物在那儿嘛，它可能会出现那个刺激免疫系统，而沉积新的那个胆固醇，然后就重新变一下。而且你的支架放进去以后，永远取不出来了，再放在那儿就在那儿。所以说，从长期的跟踪，这个支架手术对患者的寿命啊。还有争议，说很多人就认为这个支架放进去当时是好啊，但是从长远来看，几年以后并没有真正延长寿命。另外一个手术叫搭桥手术，心脏搭桥就是那个 DeWitt， 就是我们这个医学中心那个北卫中心很著名的一个外科医生，他发明的手术叫搭桥手术，这是一个心脏还是胎胸搭手术吧，就是心脏。这确实是致命的事情，
像那个克林顿，我们总统不是他那边亲的吗？他就做了那个大桥，做了大桥以后，天天都挺好。搭桥手术跟这个完全不一样，这个是你死法，你原来的血管扩张一下，搭桥手术基本上建立另一套你的心脏的供血系统，他一般可以几十年都没有。那个手术的确是没有生命的，不过那手术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微型手术，危险性也高，病人进来做手术，这个出不去也是有的。但是如果成功以后，成功的话手术非常大，就是对不起了。好，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个啊，就是介入让支架，它是放在心上的是吧？因为这个事情都很难定，你顺利的时候把那个导管非常容易放进去，可能10分钟20分钟做完了，你可能是只收到1000左右的剂量。但是有时候你送进去怎么找也找不着那个冠状动脉，那你可能1-2个小时可能还好，那你这个也相当保险。你说还是4000，因为我们医院都有一个放射性那个安全放射的那个委员会，我就在那个委员会里面，我们就要经常就是看你这个手术给病人造成的多大手术，如果你超过那些，我们要给那个医生一个就是警告，就是、说你这次给病人剂量太高了，你要注意。不过这个医生常经常给病人高剂量，那我们要给他一个分啊，因为这个，所以这个很难定你到底做多少。它的 CT 也是比一般的 CT 要高，但它的 CT 这个 CT 剂量也比较低呢，因为你需要特别好的那个 CT 图像来定那个肿瘤嘛，所以说它那个总量不是特别高，大概在1200，所以这是大家应该了解到的，就是每次你的时间需要看你多大。下面我就是大概这个10分钟左右吧，介绍一下那个癌症早期诊断，这个我想跟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就这个，而且这也实际上也是我的，我对我的专科，就如何筛选。这前面是五个啊，这是美国目前所鼓励的，必须就是应该去筛选，因为这是对你说比较常用的。但这对中国人，对亚洲人来讲，那像肺癌啊、肝癌啊，也是相当高，但是对美国这边比较低，所以他从来没有说去做做筛选。乳腺癌，我觉得就是现在美国这边定40岁，你只要40岁以上，就要做。啊，这是那个妈妈管的情况，这是 X 光机在这里 ，X 光射线射下来，这是一个那个就是接收器吧，就是然后它 X 光有这个穿过乳腺以后，穿过乳腺以后，里边有其他的异物呢，给你看，就是那个弄给人家，大家记住了，大概。猫管呢是大概40，不算很大，就不算跟 CT 比相当低了，所以说用 CT 来做健康筛查，这非常容易，所以应该会用 CT 好不好？但是确实剂量比较高，这里的想慢慢了啊，看，很好看的，只是做了一个猫管嘛，比较。功能 S 这个也是对，就是要 pass 片，就是那个叫 pass 那个图片嘛 ，pass 图片，这是一个应该说是革命性，就是发明这个 pass 片这个人啊，得了那个诺贝尔奖，因为确实他除了这个这么检查呢，的确把功能一下降到死亡率最降到极低，彻底改变了功能。因为宫颈癌以前非常厉害，而且它影响的都是年轻人，宫颈癌也是年轻人，所以说它这个 PAP CT 做了以后，非常早期可以做诊断，然后非常早期可以做治疗，病人的那个生活没有什么影响，非常重要的，所以都是年轻人啊，65岁以上。
了疫苗，病毒上面你可以做这个抗体。检查令我这个第二个片子，检查令就是检查癌，也是非常恐怖的一个，因为检查跟有些肝癌一样，胰腺癌、那个胃癌这些癌在你肝里面，不像那个你的那个皮肤癌哈，它在这儿长你不知道，长到晚期了你才知道，所以说检查令还是非常重要。那现在目前这个 FDA 规定的是50岁以上，男的女的都可以做这个事情。就是说，他所不做的一个规定，主要就是你那个保险公司啊，应该付你钱了。保险公司应该发我就是，你这个如果每年你每5年做一次，他就应该。这里是一个外号，这病区的医生说太小了，还是太过点大。这实际上是。不是真正的情况啊，真正的听你的事情应该是这样的，你根本就不知道那个伤势发生什么。现在的那个镇静剂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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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了镇静剂以后吧，你还清醒了，你还在呼吸，你不需要全身麻醉，就是说你什么都不知道，你还知道，你可以跟别人对话，别人问你叫什么名字，你告诉他没有问题，你清醒。但是呢，没人要做，那你对你做什么？你就根本就不在乎，别人拿刀砍你，你不在乎他，就是这样的，是吧？然后那个你有时候你割一下，你觉得疼，你却不觉得疼，你不觉得这是？你觉得有人在割你，你就觉得这是疼感，就是啊，有人在割你。但是这个药呢，还让你要失忆，就是说你做完以后，当时都不知道什么。但是第二天人问你昨天发生什么，你是一丁点儿也不知道。我就有一个同事，在我们做那个最近训练的时候，一个同事他做一个小小的一个小手术吧，就是他到那个诊室去做，做完手术以后呢，他很兴奋的，就是可能那个药也是镇静剂以后，他高兴就跑回到我们那个诊疗室里面，跟我们又说又笑，然后就说了一些很多不应该说的话。第二天大家都起笑了，他说什么？我回过这来了吗？他根本就不知道他回过来，就是所以说他这个药物的失忆啊，就是即使你在这个做检查令的时候很难受，你完全放开，没有任何记忆，就是说当时昨天会很难受，再不想去做了，你肯定不会这样。所以现在这个自定义非常。啊，基本上你躺在这儿，你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没有什么感觉。就是所以呢，如果第二关就是特别有家族史的，一定要去做那个，就是唯一办法来早去诊断。现在还有个肺癌，这是今年，可能是刚刚今年发生的，因为用 CT 来诊断。声音一直都很大，可以跟他讲嘛 ，CT 剂量这么大。如果说你用 CT 来筛选病人的话，就像美国，差不多4亿人口，50岁以上的可能就有1亿人口。如果这1亿人每个人就做一个 CT 的话，凭空，如果4000个人就有一个癌，个肺癌，这1亿人做下来，可能有几十万。就光做这个 CT 就做出几十万癌症来，当然是没有常识的，所以这个美国药理就是非常谨慎，是不是鼓励用 CT 来筛选？但是你肺癌你要真正早期诊断，只能做 CT， 你做个胸透，像这么大的一个肿瘤，你根本拿胸透根本没有用。所以呢，现在就是在吵来吵去嘛，他们就是。要说这么几个人，就是说，如果你55岁到74岁，只有这个年龄之间，定74岁，因为美国的那个寿命大概78岁。如果说你要是74岁以上来说的话，即使做出癌症来，可能不死于肺癌，死于70%的东西，他就觉得没有必要，所以他就定这个55岁到74岁，而且必须有这么长的时间。你需要经过30年，这样的病人就是说，
就是得癌症的几率太高了，就是这样的，只有手术的特别特别高的这一群病人啊，就 CT 可能还是得的。这样的话，因为这样有这样的问题，还是不是特别多。所以说，现在那个 FDA 呢也会，像那个 Medicare 啊，就是说，如果你符合这个条件，它可以首先给你做一个 CT。但是第二例我不想实现的，一定要连人意。你要是家里从来没有人得过肺癌，你也没吸过烟，平常都很健康，没有必要去把那做个 CT 去。但是我有点偏见，特别是咳嗽一下，做个 CT 绝对是不值得的。前列腺癌呢也是一个常见的一个癌了，但是致死风险是100个人，大概只有3个人是100个人得了前列腺癌，大概只有3个人死于前列腺癌，就是相当低嘛，就很高，而且就那个是实际上也不是那个不是影像检查，这也是血液检查，就是那个就是前列腺特异常癌这个来讲，你是很多问题。就是说，本来人挺好的，做了这个检查以后，哦，可能会有前列腺癌。下一步呢，超声，就是肛门超声，给你们说说，肛门超声一看不太清。我姐也是中国，我姐完了还弄不清楚，又是 MRI 又是 CT， 一大堆检查，就最后可能啥也没有，或者有了，也是很良心的，你即使没检查出来，你可能大概也活20年没问题。检查出来了，做了很多痛苦。这些都是有些争议的。现在就是说不应该在做这个 PSA， 做了的话就太多的人了。很多人本来好好的，结果做完了以后呢，那生活都被很多人吓死，就是所以。有争议在上面，但是像这个宫颈癌这样的事情呢，那绝对没有争议，那是绝对有好处，一定要做，特别是年轻人。甲状腺癌是，这是我是第二个我就比较关注的，就是因为甲状腺癌是唯一一个癌症，通过这个 X 光科医生来治，因为甲状腺癌它生长很慢，它化疗什么没有任何作用，所以我们来通过放射性。碘放射来治疗甲状腺，其实这二进来的话，像肺癌、乳腺癌死亡率都的确下降，因为现在那个化疗嘛。但是这个甲状腺癌现在它是升高最多的，不知道什么原因，也可能因为就是因为那个超声，因为到现在医生的办公室里都有超声，你说的也是得。多三种东西，他立刻就可以做一下，看个什么东西，马上就可以把手术干了。所以可能是因为超声的原因，本来甲状腺癌很多，只是现在发现的。这还不多呢，就是说你要是得了什么东西啊，就自己做个检查，很明显的就在这儿，手术并不知道。如果有什么发现什么疾病啊，赶紧做一下。但是对老年女性，啊，40岁那60岁以上，大概1/3的里面都有。1/3相当相当高，但是只有1%以下是恶性啊，所以你要即使摸到什么东西也别害怕，只有1%的机会。但是对年轻人40岁以下，特别是男性，如果你摸到一个甲状腺这种，那对这个癌症几率相当相当高。我们另外一个一定要注意。像现在我们你要做初步检查，大概一些注意事项嘛，就是做任何检查吧。如果你不知道需要做什么准备，你最好中午别吃饭，那你穿一个馒头去做检查。任何做到医院的检查应该是，不光是影像检查，还是血液检查，你就穿一个馒头去。如果他说你可以吃饭，那吃，现在别吃饭了，就别吃。所以这个很重要，很多病人就是因为吃了饭去了以后就白白花一趟，而且第二次的检查可能不是明天了，可能就是像美国这人一 reschedule 就是
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事项，就是尽量别吃饭，不管是你现在能问好了，他可以吃饭，人家可以吃。一般情况下就是不要吃饭。那孕妇呢？如果你怀孕了，就一定要告诉你怀孕了，这个是非常重要。另外一个在检查的过程中，像那个 MRI 检查，像那个 PET 检查，都是一两小时的时间。所以你要是一两小时可以要求你移动的，像那个 MRI 你移动，它那个完全就是影响的就坏掉了。所以它要求你移动，你在那儿，所以你要做检查之前呢，一定要在床上啊，一定要找一个地方啊，非常那个舒服的位置，你就来回动一动，就是因为你一个小时你不能动。这个非常重要，你一动的话，整个那个像我们刚才看的那么清晰的，就全看不到。它有一个这样的程度。还有一个就是给你操作的都是技师，跟你接触到医院的全都是技师，他们不是医生。技师行业有一个行规，他看到什么东西，他即使他有个技师看了三四十年，他比医生还清楚，看了什么东西是二十。但是他绝对不会跟你讲，你也不要问，说啊，你看的这是我是什么东西啊？他不会告诉你，这基本上也放一个了，就是他看了什么，知道了什么，他也不告诉你。嗯，因为眼睛比较敏感，最多你可以要求去见医生，说我想跟医生看一看，这可以，你跟技师讲不要看，因为我们见医生都是在那个附近的嘛，那个你要求跟我们见面，我们。然后可以大致下来了解一下，但大部分时间都是做完以后你回家，然后我们这边看完以后做报告给你医生，你医生给你的报告来给你讲，这是一般正常程序。大致就是，哎，有什么问题？那个你刚才提到啊，把手机对医学影响的影响，把玩手机啊。哦，我刚才说的是那个 PET 就在那个 PET 的时候，我给打了手术以后，他还拿着手机在说话。这样的话，说话的舌头不在动吗？手机拎着手机，这个整个肌肉在用嘛，所以那个同位素就到这个肌肉了，到舌头去了，整个舌头就怎么样？如果是口腔癌的话，那我们都可以分出来，这是因为癌症的。同位素在那儿，还是你的舌头在动的？还有，你没有提到的一样，就是说胃镜的医学影像。胃镜应该跟结肠应该是基本是一样的性质，只是一个上面一个下面。胃镜在肺癌在美国没有筛选，没有美国没有说你就是说那个化验公司。要付给你钱，就是来做这个胃镜，就专门做这个胃癌筛选，他没有，因为美国人的胃癌相当低，中国人是相当高，所以你的那个你要是做肠道筛选的，你想做检查，你不能说我要做，就是我有胃癌，你给我做一下，你只能说我胃疼啊，你胃不舒服啊，其他东西药都吃过了，没办法，现在你让你做个胃镜来看一下，我到底怎么回事，这才是第一。那你不能说筛选，就是我胃癌筛选来做一个了，万一就是不够时间，这还没有。你刚刚讲那个 PET scan 的话，它的那个解析度 resolution 会到什么程度？第二个就是，它这种对哪些器官比较，就是你刚刚讲的多项，比方说上胃对某些器官来做的 PET scan 针对哪些身体？那好问题。大家比较肯定的话，就是 PET scan， 一个是跟那个分辨率，大概0.5吧，0.5个厘米，0.5厘米以下，一般厘米。是啊，那是比那个要说一下 ，CT 差一点啊 ，CT 可是毫米的，这个 PET 一般都是厘米，一般的至少要0.5厘米以上的。不是你啊，到了0.5的话，还是多少厘米大？0.5cm， 对，0.5cm 还是到底算相当大，大的，所以全部的周围都带过来。
这个 CT， 你看到0.5的东西，看到CT里面的东西，你不知道那么快。你即使看到了，你就说把它割掉，大概是不抱很大的风险，很可能就是一个良性的，就是一个什么囊肿啊什么，把不同的数值割掉，绝对不是。它就是它针对身体，不知道这个部位呢，对脑它比较好，因为你看了那个脑子用那个多少嘛，所以它脑子整个脑子都特别别亮，所以你要肿瘤在里面的话，你可能看不清楚。所以最大的话 MRS， 就是脑部肿瘤 MRS 没有其他可以比的 ，CT 看什么东西都不能 MR 就破脑最好，而且脑子都可以动了。是吧？你要玩一个要4分钟、20分钟才能成像。你要是在在胸部呼吸，你在呼吸，一直在呼吸，那个 MR 肯定会清晰的。而且在那个肿瘤附近，也因为呼吸的影响，在肝脏就上上在下一直在呼吸，所以那个肝脏也不会清晰。但是 CT 特别好 ，CT 几秒钟，那呼吸时间就照片就打下来了。还不说是其他器官，主要是癌症吧。看到呢，像那个肺癌、淋巴癌、肺癌、食管癌、结肠癌、胰腺癌，都特别好。就是说它这个长得比较快，乳腺癌都可以。但是像那个前列腺癌啊、甲状腺癌，长得非常慢。然后白血病啊这些，那个概念。那如果像肝脏的话，这些。肝脏如果是就是原发性的就是原发肝肿瘤，也长得非常慢，就我们叫 HCC， 这种肿瘤长得非常慢，所以看着也没有大的 CT 还是都是用 CT 来的，然后了解。但是像淋巴癌什么的，看什么都可以，看做完以后，什么都可以肯定。心脏的代偿，还会代偿，小心代偿，
你要把这个四下的一段看出来，你什么你需要马上就要做什么手术。但是那个 MBI 这个实验呢，它这个是说它是生到生理性的，你供血就是正在心肌里面，心脏肌肉接受那个微微输入，就是说这个肌肉接受到多少，那个跟怎么讲呢，就是说就更加的比较这个心理这个生理化，所以不完全就是说你那个在那个解剖，它是在生理，就是说你这个经济确实缺血，它那个血液不够它就能显示出来，但这时候就叫真正的缺血，但这个只是血加少一定就是缺血。而且设备的型号不一样，那个做心肌的时候是双螺旋体的，对吧？啊，心肌的完全就是一个双螺旋体，然后那个呢？那个就是一个影像，啊，就是一个是无线电这样的东西，治疗刚刚那个一，跟那个心肌，这是两个。刚刚是一个心肌的，这个。刚刚照相机。跟那个心肌是两个，这两个都是非常重要的。啊，那请问。Yeah.